大家好，我是古晶。今天我们要跟大家介绍这个韩版的一个研磨箱，然后它是属于一个三层的抽抽乐。好，然后大家这一拜的是 Part 2， 之前已经有 Part 1。好，那我们都来看看吧。首先打开我们的 BS 模拟器，好，进入到游戏中。那一样，我们先看一下这个社群这边有没有一些箱子的资料啊？这边。这就是箱子的资料，有这个箱子嘛？然后你买这个研磨箱，哎呦，过来，研磨箱买一个100%可以获得一个袋子，好，一个袋子而已，哇，好爽！然后还可以抽他的一个装备啊，哦，这是随机的啊，这是必定获得。好，那我们点进来。啊，这边正常来讲都是那个好稳的，啊，它有分四种商品，一种是1500钻的，有11的袋子，哦，然后有100个熔钻，然后还有1000万吗？金币1000万哦，只能买一次哦，啊，这还有150万1500钻的，这好像是第二种的，这应该是 Part 2的，哦，一样啊，买下去有11箱，哦，11箱，然后有100颗熔钻。然后还有20颗那个20万哦，这好像怪怪的。好，不管。好，接下来就是一包就是抽打开会给你一个袋子，然后还有11箱就是有11箱嘛，然后11箱它比较划算一点，就是它卖1000钻。好，啊，都基本上就是这样子。哦，日本的。大家都看过去就好了，都有蓝色、绿色、红色的，啊，基本上大家也看不懂啊，我们直接看图片啊，图片比较好懂啊。点这个三层进来，哦，这个就是超大只研磨，你看那么大只，怎么跟我认识的研磨不太一样啊？我认识的研磨是一只小鸟，欸，这个看起来是一只老头，呵呵，好，不理他。就是在这边这个蝴蝶结这边有卖这个1500钻，然后一包的是这个，这个只会给你一个袋子哦，因为制作这边的图案都是袋子，像这个都是袋子，对，一包只有一个袋子哦，但算起来是感觉是比较贵一点。看一下是不是真的一个袋子？嗯，对，一个袋子。一个袋子。好，可是这次比较特别啊，它这个 Part 2的研磨箱可以做这个技能书，像是这个枪式的新技能啊，这个冲击之晕魔法弹冲击之晕。也可以再这一次制作，还有反瓶啊，还有救急光裂术，流星雨，流星雨这不是，忘记这叫什么，还有这个暗影冲击之类的，这些高阶技能都紫色的哦，都是传说阶级的一个技能，都可以用制作的，只是大家每次武器有限量啊，我要这里做到9月12号。然后一个限量三个，看一下这边有没有人做。哎，有人做这个出来了，这是什么呢？不知道是怎么进。然后法师了，好，有人做就好了。哦，还有这个，我这个做的时候会失败哦，然后要397包哦，一包100钻，三万九，3万5，大概35000吧，35000拼一次。35000钻，好，然后这边还有银斗也可以做，银斗做到9月19号，所以这个还有一个礼拜的活动哦 ，Part 3吗？好，有 Part 3我再来介绍，好，然后这个也要这个银斗要350个袋子，350包，好，这银斗的能力就是防御负一，然后这隐身，然后安定值4，啊，这银斗就是你装上去它都。隐形的状态，别人看不到你。然后要怎么才能看到你呢？大家要放那个五佐盾形，
好，或者是玩隐穿那个穿着暗影斗篷、隐身斗篷的玩家攻击啊，或者是使用魔法就会说露出来。那个辅佐盾形在哪边用呢？因为技能好像有一些角色没有这个技能，你得来卷轴商人这边买。有这个把 G 哎，这把 G 就是辅佐盾形。按就会有这个 mark， 好，这就是五朵盾形的图案。好，然后这次还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地方，就是除了这个高级技能书之外，啊，他好像还有中这个票，啊，没关系。制作装备还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地方，就是他得做这些装备哦。啊，这是高级灯。这就是三个普通袋子换一个高级袋子啊。好，那比较特别的是，看一下在哪边，这是闪亮古代系列也可以做。哦，有没有看到？特别的就是在这边了，自设帽子也可以做，90包，9000钻哦，大概10000钻多一个吧，9000钻多一个。哦，这个是什么势力加一的帽子？还有这个维摩加5的帽子，还有这骑马的白色的 MP 加维摩加2、啊、基本上这个帽子防御都是负2啊，安定死都是4、啊、然后这边还加 MP 的，加 MP 的好像比较弱。好，那这大部分都是这种啊，这种东西好绿装。我大家以为这个是欧西斯斗篷，原来是那个君主的威严。哦，还有腰带也可以做啊，腰带22000哦。还有这个，哦，拉霸布，绿布也是拉霸的。好，这个，还有五环卷也可以做。看一下红五6代哦，18代。好，基本上这次的特色就是这个啦，四色帽子啊。哦，那有了四色帽子，我发现还有图鉴收集的部分。图鉴收集的部分啊，当然有金针了。这是最近改版的一个模式啊，大家把收集品的模式用起来。有这个黄色亮亮的，代表你身上有这个装备。然后橘色的好像是包包里面有这种加领的吧，你可以把它装到加5之类的，应该是。哦，我们看一下稀有的装备，你要往下拉，它都一直跳出来。要有四色帽子的一个收集品能力。没有了吗？啊，这边呢？这边看一下。哦，这边还有。在哪边？我看到啊。哎，要到了这边。你只要把这个帽子啊，大家试测的帽子有两种，一种是绑定的刻印的那个装备的收集品，然后另外一种是没有刻印的。都要用要加5，魔攻都得加1啊！这个是法师应该要用的魔攻加1的帽子。所以如果你是法师，想要多年的魔攻，你就可以开始来收集这些装备了。好，每个都加5就可以有魔攻加1。然后这个做出来是可以的吗？我们再看一次。做出来的是刻印的，所以你可以收集这样子没有刻印的，做一做都魔攻加2啊。可是没有刻印的应该会比较贵，只是应该也会降价的。好，那这个就是这一次的一个研磨箱的重点啊，就是有四色箱子在做，还有四色的收集品。
好，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次的介绍啊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以上是这次的分享，如果你喜欢这个影片，请在影片下方点选喜欢，并订阅频道，感谢你。